diagram on the right 是一个 parallelogram 就这一边跟这一边平行，这一边跟这一边平行，然后 A 是减85，B 是减21，AD 的 equation 是 5y 减 x 等于33，PB 垂直于 AD 和 AP，AP 比 PD 是1:2，AP 就 PD 1:2。Find the equation of BP。So 我们这一个 5y 减 x 等于33的时候，我把这个搬过来，它就变成 5y 等于 x 加33，y 等于1/5x 加33/5。OK。好，所以在这边我可以知道我的 gradient of 那个 AD 会是等于1/5。然后接着呢，我的 PB 呢，所以我的 gradient of PB 会是等于减5，OK，因为我们的那个 ME 乘 M2 会是等于减一。好，所以在这边它 gradient 是减5，然后它经过的是 B 是减21，所以我就有 y 减一等于减5x 加二，所以它变成减5x。减十加一，所以 y 等于减5x 减九，所以 y 等于减5x 减九，y 加五加 x 等于零。OK，好，解决了。这个是 A 的，B 它要你找出 coordinate of P，还有 D，还有 C。OK，excuse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one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two，我这两个 equation solve 了，我都可以拿到我的 P 啊。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能够做的事情是 sum 我的 one into two 的时候，我就有1/5x 加33/5等于减5x 减9，x 加33等于减25x 减45，就是我这一边这个乘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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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越，然后我这一个搬过来，它就变成 26x。然后这个搬过来就减78，所以我的 x 会是等于减78除以26，OK，我的78除26的话减3，所以等于减3，然后所以我的 y 会是等于减5乘减3减9，15减9，15减9的话是6，所以它是减36，OK，所以它是减36，所以我的 p 是减36，所以我拿到我的 p 这边是。减三六，然后一二交叉乘，我可以拿到我的 d，所以我的 d 的这一个 x 的部分呢是什么？二乘减八加一乘，没有这个我给它是 x y，一乘 x over 二加一等于减三，这一边这一个是减三，所以减九等于减16加 x。所以 x 等于减九加十六，然后拿到的是七，减九加十六等于七，然后我的那个六等于二乘五加一乘 y 除二加一，3，3 6 18，十加 y，所以我拿到我的 y 会是等于八，所以我的那个 d 呢是七八，所以我的 d 是七八，OK，d 是七八。所以我的 d 是78了之后，在这一边呢，它我知道 midpoint of AC 会是等于 midpoint of BD，so 我这一个 midpoint of AC 等于那个 BD，所以 AC 这个我也给它 HK 吧，所以我的 H 加减八除二。等于减二加七除二，然后我的 k 加五除二等于一加八除二，这样，所以在这一边我的这一个这样做的情况之下，我就有那一个什么 h 减八等于五，然后 h 等于13，k 加五等于9，k 等于4。所以它的这一个是十三，
是我的 D 13是我的 C 是我的13是我的 D 对了。然后他要你找 area of ABCD，所以你有这一个减二一减八五这样逆时这样走啊，然后刚刚的这条码还有七八，还有刚刚的这一个是13 4，13 4我要检查我的答案对不对的时候，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你就看这一个这一边，你的减八到减二向前走六，向下走四，OK。气向下走四的情况之下，就变成三。向前走六的时候呢，八加六十四，34，134，24，哎，OK，气加六弄错了，应该是气加六，气加六的时候是13，然后向下走四就三，133，哎，上气这个减八。那个五向下四，五减四一，八减四四，所以它是134。OK，看下图示，134。对了，然后在这一边，它这一个就有134，这一些这样，它就有这一个134减八五，上这些是减，下这些是加，所以它这一个会是等于120 modulus 减八。减八加十三乘八，然后104，然后加35，减加十，减13，减28，加64。OK，所以在这一边它就会变成减八加104，加35，加十，减13，减28。加六四，OK，156除二，78，对，这就是它答案了，OK，好，然后在这一边其实它还有另一样东西，就是说我刚刚这一个我的这一个P 去 A 的时候，然后还有我的这一个 P 去 D。的这一边，OK，我的 P 去 A 跟 P 去 D 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减八减三向前走五，然后减它这个是 E，它2倍就向前走十咯，所以减三加十变七，对了，五来到六向上走一，这样这个二咯向上走二咯，六加二八咯，七八，对啊，OK，好，就是这样。